走到哪都能吸引群众目光的凯特王妃，22号参加伊丽莎白20女王在白金汉宫大草坪上举办的花园聚会。怀孕已经看得出肚子的凯特，穿着鹅黄套装亮相，神采奕奕，韵味十足。这次花园聚会有多达数千名宾客应邀而来，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夫妇以东道主的身份欢迎各界来宾。身怀六甲的凯特王妃也与查尔斯王储夫妇一同亮相，身穿一袭优雅的鹅黄色孕妇装，让她十分抢眼。尽管丈夫威廉王子不能陪同，凯特看上去仍然十分开心。温文尔雅的她不时与在场的嘉宾寒暄，已是大腹便便的凯特不仅风采依旧，身形也丝毫不显得笨重。上个月由于威廉王子公务繁忙不能陪同，凯特只好在儿童医院里与患儿们一同度过了两人的第二个结婚纪念日。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